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be， 今天就4月26号来到深水埗的西九龙中心。今天很遗憾，就是有一个坏的消息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就是著名的牛肉饭在这里，他选择了在今天结束了他的营业，于是就今天等抽空过来，就希望可以目睹他最后光明结业的之前的一面。咁我算嚟得遲啦，我成啲影片都話咧，唔好等啲嘢消失咗咧先至嚟懷緬，啱嘅。OK， 一眨眼咧已經上到嚟八樓，呢、這個就係 food court， 據講咧就係著名牛肉飯空姐牛肉飯嘅所在地啊，真係要揾下個牛肉飯喺邊度先得，好多人喎、啊。而家今日就26號，時間咧就差唔多5點鐘，啊人來人往啊！唔係嘅，放學時間不嬲都多人嘅。哎呀，依度就係空姐牛肉飯啊！好可惜啊，好可惜啊！嚇？俾版權費？唔會，香港都冇版權，唔好玩啦！你有版權，香港冇你有，咁犀利？過嚟啊，一齊啊！哦，係咪最後啊？今日老闆娘？我哋你边个媒体噶？冇啊，我哋普通做 YouTube 嘅啫，我哋唔讲，我哋唔讲颜色嘅，我哋系嘛？咁系讲咩啊？讲社会咯。讲社会，社会依家好平静啊。咁咪好咯，唔通乱好啊？系啊，冇错。梗系啦，我睇咗好多嗰啲报道咧，话你即系好似做到今日系咪啊？系啊，冇错啊。是不是經營的環境都困難？不困難啦，不困難，非常之好啊！即係冇咁多生意做，所以要你俾張卡片，你俾張。哎，好好好，即係唔係話咩加租嗰啲啊？嗬，租就年年都加噶啦。係、哎，咁之後就轉型係咪？我見到啲報道話轉型，好似話你轉身係啦，舊年已經開咗呢間旅行社噶啦。嗯，因為通關關實在太好生意啦，咁我就。真係兼顧唔到，兩邊兼顧唔到，得一個攞，得一個。係，我之前睇嗰啲報道咧，就話其實即係好多人都仲話咩分嗰啲顏色啊，其實你自己點睇咧？係咪即係而家唔應該再講呢啲嘢咧？第一顏色，我講過好多次嘅啦，你都可以上嗰啲媒體嗰度講，係啦，上嗰啲媒體度聽翻，唔係我哋分嘅。即係嗰啲網民嗰啲分係咪？由頭到尾都係嚇。即係啲網民嗰啲分係咪啊？都唔係網民，嗰啲叫咩？嗰啲叫咩？嗰啲叫咩？反對派咯。啊，反對派分係啦，係佢哋笠落嚟嘅啫嘛。係都笠咗嘅時候，有冇話即係因為俾人分咗啲生意，話會多咗啊，又或者會少咗咁樣？有多有少咗。有多有少。咁啊，當然有得啲有失嘅，做所有嘢都係。譬如啲人話咗你藍營咁啦，有冇話藍營嘅支持者都會光顧嘅量會多咗咁啊？都會，所以其實即係再澄清一次，你今日係唔做咧，就唔係話生意差啊，即係好多人都話你生意差，好多人啊，生意差，張餐飯過嚟嚇，係咯，就話生意差，咁其實係所謂生意差嘅話，晨早執咗啦，啱唔啱？係咯，點解會捱到今日先咧？就唔係啦，係咯，如果唔係就佢哋所講嘅係咪冇得撈啦？唔好意思，就係因為出邊更加大嘅茶飯，咁我冇理由。有大茶飯唔食牛肉飯嘅係咪？咁梗係啦，好定咁啊賣牛肉飯好。咁你而家嚟緊就會做呢個叫致富旅遊，就主要係做啲。嚟緊係舊年。舊年已經開始係。咁主要係做啲咩嘅業務啊？旅遊咯，旅行社咯。即係大家係翻上去玩咁樣係咪啊？唔係淨係翻去大灣區玩，我哋係一個非常之串連嘅旅行社係啦。唔好意思，我應該講團啦，同埋好似有啲唔係我收唔到音啊，好唔尊重咩？唔緊要。即係就翻上去玩之外啦，仲有啲係海外團啦、本港團啦、遊學團啦、包團啦，咩團我哋都會做。美食啦，係啦，最緊要就係食啦。你知我做邊行出身㗎啦。咁有冇話投資嗰啲都會有份會做？即係可能投資移民啊，上去上面買樓啊嗰啲有冇？買樓我會咯，投資移民就未諗到。你自己點睇個前景啊？即係譬如啊，投喺上面投資一啲。大灣區的房地產的前景你覺得怎麼看？哇，當然看好啦，如果不然我都不會放棄了這個6年的心血，當然全程投入這個大灣區啦。我這裡已經6年時間了，已經是。很多人以為是黑布，我就是賺這個政治，吃這個政治飯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看回我們一開播已經是接受訪問，已經是2016年，我們2016年10月已經開了。
係係係，咁所以其實前景應該係更加之好啦。原來我點解叫華麗轉身光輝結業？梗係啦。咁啊，對家就硬係中意講到，喂，你嚇蝕錢就蝕錢，執笠就執笠，唔理你哋中意點講。我都唔明佢哋點解會咁樣講。冇所謂，真係冇所謂。係，咁但係另一部分就係其實呢幾年咧，其實都我見得到好多。即係你考中啲反對派攻擊你啦，咁呢幾年有冇話啲有啲乜嘢特別大嘅得著啊？啲體會咁樣咧？得著咪正如我 YouTube 所講，賺咗一班支持者，賺咗一班嚇好欣賞我嘅人咯。係係係啊！轉頭有機會同佢傾下偈先得。咁有冇話啲咩大嘅？特別生活上面，你好多人嘅一啲評價、負面嘅批評啊，係你有冇自己會唔開心？唔會，出得嚟行遠咗要還。哇！好煙啊！你呢句説話。講真的，我 EQ 不嬲都高嘅，但係經過呢件事之後，亦都多謝佢哋嘅真嘅。係唔關我事，多謝我做乜鬼？我綜合噶。多謝大家。多謝愛國愛黨。唔係嗰啲嚟㗎，唔係嗰啲嚟㗎，唔係嗰啲啊，做咩嗰啲啫？黐線！我哋中立，我哋做中立嘅，我哋反對嗰啲，我哋唔贊成，絕對得啦。其實我哋真係唔分咩顏色，總之我哋係唔贊成暴力，唔想大家搞壞香港，啱唔啱啊？我都話啦，你香港就係你屋企，你想唔想翻到去日日都喺度隨地屙屎屙尿，打爛曬屋企啲嘢？你覺得咁樣舒服咩？嗬？搞壞咗啦！你是不是每天都來支持空之遊泳？你不要訪問我，走開啊！哦，你不要訪問我，OK？ 不是，其實是不是那個，對的，所以要禮貌問了先，所以如果是拒絕的話，千萬不要。欣賞你，哪個台啊？哦，沒有，我叫 Hebe Face， 可以 follow 我，有空 follow 我。好啊，我們不講那些，即係嗰啲，我哋好中立，啲係人哋界定咗你係啦，自己從來都冇，都冇界定自己咩人。係咁，但係點解佢哋會界定你？可能會因為啲事情發生咗，譬如就係話，你可能開聲支持咗某一啲嘅人士啦，某啲嘅議員啦，某啲嘅人物或者某啲嘅事件啦，所以佢界定咗你。咁呢一個其實係咪都係一個好自然會發生嘅事咧？呢個亦都係我控制唔到啊，啱唔啱啊？亦都唔係我主動自己話，喂，我係男嘅咁。唔係喎，你從來冇講過嘅。我哋一開始就係好中意你，大家記唔記得一開波就係整咗個表出嚟啊？黃藍商店就係嗰陣時開始咯。咁佢一定有原因先整噶嘛，係咪啊？唔知點解佢中意界定叫做黃定藍。講真，我之前係政治冷感嘅，係啦，我完全即係就算佔中嗰陣時，我覺得呢一班人係搞亂香港啫，但我都冇咁反感。但係到呢19年，佢哋真係咁暴力地破壞香港。嘅社會，甚至乎去到打人、放火、燒人，大家覺得咁樣係正常定唔正常咧？係嘛？今日係咪好多人嚟啊？今日冇惡意嘅係冇問題嘅。咁冇惡意。有好多人有惡意噶嘛？我都冇惡意，我埋嚟都冇惡意。我覺得你冇惡意，咪願意同你傾偈咯。係咯。我哋呢啲真係好開明嘅，但係你有惡意嘅，我無謂再俾你有機會再去誣衊我、攻擊我嚇、啊。即係依家大家好中意所謂講嘅就係 J 我係嘛？咩J 你系咩意思啊？咦，你唔知呢一个名字 J 即系咪？我个女都识喎。哦，即系仰慕嘅意思系咪？系啦。哦，诶，我讲得咁白啦，呢度系啦。OK OK， 好，咁啊，我嚟谂住嚟即系叫做记录一下，因为我做好多嗰啲城市嗰啲。历史见证咯，我哋嘅历史任务已经完成。完成了，咁啊，未來咁有冇唔捨得咧？其實真係，有啦，始終自己一手一腳 set up 個鋪，一手一腳自己 set up 個 brand， 由我哋都幾開心嘅，即係一開業嗰陣時已經有好多傳媒嚟訪問，係啦，咁啊當然梗係唔夠19年咁誇張啦，係啦，咁啊即係開心咯，係啦，亦都為香港做咗一啲事啦，係啦，咁啊如果熟我嘅朋友就知道我做咗咩事啦，係啦，唔多講啦。都係嗰句啦，祝你喺未來喺大灣區發展就。蒸蒸日上啊！啊，飛黃騰達嚇、啊，好。咁啊，你哋呢啲有正能量嘅年輕人啊，就好好保護香港啦。我哋周圍，我哋唔講嗰啲嘢噶嘛，同你一樣唔講顏色噶。我哋即係周圍去記錄下香港啦，即係香港有咁多。唔好破壞香港就得噶啦。好，好，好，OK，thank you。啊，冇笠到個雪櫃。
我雪櫃冇笠到。揀 VPN， 我會首選係揀 Surfshark VPN， 界面簡單，容易上手，支援 Windows、MacOS、Android 以及係 iOS， 性價比啊極高啊！每個月除翻開都只係需要$17嘅啫。目前佢提供嘅伺服器咧係涵蓋100个国家，係唯一一個 VPN 咧係有100个国家嘅 server， 而且咧不論係訂用邊一個方向都好啦，連線嘅裝置數量咧都係冇上限嘅。我老母啊用得，我老豆啊用得，所以無論你俾幾多錢都好，大家都可以共用。而且依家佢仲提供免費嘅試用，用唔啱仲有30日嘅退款保證。如果你都成日周圍去嘅話咧，搞翻個 VPN 咪自安心啦。去到以下嘅網址，立即用 Hebe Face 嘅優惠碼訂購 Surfshark VPN， 有17次嘅優惠之外，仲有3个月嘅額外免費使用。啊、你喺度一段時間啦，係咪已經？係啊，你有冇睇到佢有幾多人光顧啊？或者今日嚟撐啊空姐牛肉飯場咧？其實真的不是太多人撐他場的，反而、在場的、傳媒比較多啦。 你眼見有沒有多少人說、即是來幫襯他、啊、或者來跟他道別、啊、拍照那些有沒有？少少啦，是啊，跟他買東西吃，我想、我來了一個多小時啦，大概10个8个左右啦。10个8个 OK， 是咁啊！或啲有冇有啲人可能話嚟影下相啊？嗰啲咁樣。哦，有咁有好多人嚟食花生嘅，係啊，係啦。好，唔該曬你先。我唔使唔使。好啦，喺現場見到其他嘅食客啊，想傾下偈先，點稱呼啊？哦，阿當。係咪特登嚟送別空姐牛肉飯？都係㗎，因為即係都聽到好多人話佢有啲嘢食都比較出名，都想望一望咯。但點解唔食咧？你因為。本身我都戒咗牛都好3-4年噶啦，即係之前都未嚟食過嘢。之前冇，真係。咁啊，真係可惜喎。係好可惜。咁啱戒咗牛。係啊，唉，真係好可惜，戒咗牛就冇辦法。但係都住邊頭啊？會唔會住好遠嗰啲啊？我又唔會，我住紅磡嗰邊啫嘛，都好近嘅，係啊。所以咁啱我又行過過嚟食嘢，咪順便都望一望咯，係啊，睇下咯，係啊。可惜啊，我都覺得。係啊。係啊。對香港已經好少呢啲愛國愛黨嘅支持者啱啊！係又少一個啦，色味啦呢啲都有，色味啦，係啊，好感慨，因為啱啱聽到阿 Andy 姐嘅分享咧，呢個華麗嘅轉身嚇、啊，真係好感慨。希望大家可以喺下面留言區嗰度留言咧，就俾多啲鼓勵嘅説話 Andy 姐啊，支持佢嚇、啊，等佢踏出新嘅一步，華麗轉身，我哋可以去到下一個旅程嘅時候，能夠喺唔同嘅地方仲見到 Andy 姐，加油 Andy 姐！好，一眨眼咧就過到嚟尖沙咀星光行。碼頭隔離當然是要嚟參觀一下呢、這、一個海港城嘅展覽啊，呢、這個藝術嘅展覽啊 ，Inside Out， Harbour and City， in the city。好多人咧，香港人睇到之後咧，都睇到啲相啊，網上啲相咧，都覺得哇，咦，乜咁搞啊？藝術嘅嘢真係識條鐵啊咁。嗱，不論唔好講佢嗰個藝術嘅性質先，嗱，藝術嗰啲嘢咧，其實我都唔係好識。雖然我聽到啲朋友，即係一啲藝術向嘅朋友就話啊，其實外國都有好類似嘅展覽嘅，啲藝術家會咁樣做，咁樣做，未必會咧好似一個排排一格一格排曬大頭相咁樣去做嘅，仲要黑白照咁。藝術嘅就個啦，可能藝術佢嘅 artist 呢個藝術家亦都有自己嘅諗法裏頭。啊，雖然同華人社會咧就擺入去，同香港人嘅諗法咧就。似乎就同呢、這個藝術家咧就有啲唔同嘅諗法。有啲人咧就話似係嗰啲戰爭死難者啊，失蹤人口、失蹤兒童啊，地震之後唔見咗啊，跟住登報紙啊嗰啲咁。咁呢個就各有各睇法啦。咁啊，隔離有展板就寫住咧，呢個係由海港城發起嘅，由著名嘅法國藝術家啦，JR 創立嘅呢個國際性社會共創藝術嘅企劃啊，咁啊 Inside Out Project 啦，啊咁就一個 crossover 嚟嘅，咁邀請啲市民咧就係影低一啲咧喺口罩下隱藏已久嘅笑臉照片啊，向世界係傳播呢個歡樂，咁係搜集咗450个市民同埋名人嘅笑臉嚟嘅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藝術咧，即係我又有自己嘅標準喎，我有我自己一套喎。即係我覺得，如果可以揀一啲好貼地嘅好有代表香港嘅人物去參與嘅話咧，我覺得就成個展覽咧係會好好多嘅。所以我準備咗呢個係香港嘅標誌性人物，即係我覺得係應該有阿 Mac 哥先得㗎。即係你望下 Mac 哥，真係爭啲睇下，係啦，係咪啊？係咪？你試下 replace 嚟啦。真係嗰件事係咪好好多啊？印得唔夠大，我應該做 A1 啊！係咪爭好遠啊？即係成個 art 啫，
係可以升咗一個 dimension， 一個層次啊！我覺得基本上，因為佢個 project 就係疫情下面市民除咗口罩，久未見到嘅笑臉啊嘛。你諗 Mac 哥點親切？我覺得直頭呢個 project 一定要邀請阿 Mac 哥去做。咁好可惜啦，佢冇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唯有我自己自薦咧，就帶佢嚟叫做參展啊，即係嚟參展呢、這個參與呢個 Inside Out 嘅企劃。